望的我。本节目由胃不好养胃早餐江中猴菇牌米稀独家冠名播出。有人吗？哈喽呀，王老师。新年好。我跟你说，我看这炕老熟悉了。你小时候住？我小的时候就住这样的炕，比这大。这内量一直在不停的干活，真的太能干。你能关水吗？你小点水可以吗？你勺大不起啊，你这没摘。哎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，黄老师？接着你们休息，我喝点茶，后边的事我来做着。哎，这样的嘉宾以后希望节目组多请点。早。我的天哪！我是一个不速之客。我看的时候大家可舒服了，各种短袖。我一来都已经到这里。对，因为我们自己我刚醒。杨迪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谁让你这点来的？啊？不下午你们才来的？没地儿待呀，没给我看房间，还要主动过来。啥情况？你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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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这是半天长。对，接没错。哎，是蘑菇屋吗？啊？是蘑菇屋吧？是蘑菇屋。哦，我点菜。哎呀妈呀，点吧。我不能再犹豫了。行啊。铁锅炖鱼。铁锅炖鱼。你先说。啊，您先说吧，您说您想吃什么？你是怎么蘑菇屋还有女性朋友？这屋来女的，是服务员吗？对，谁家没给你准备？还几分钟到呀？那我不能告诉你，可以吗，姐姐？可以了。熟吗？这个声音？这声音是有点熟。嗯，哎，好嘞，拜拜。杨迪还不是今天唯一的客人。这是谁呀、啊？点了个什么？铁锅什么？铁锅炖鱼。对，这叫铁锅。幸好有你啊，我转身出来忘了。我们是不是得快点洗漱啊？不要，估计已经是吹头发了。没事，得去刷牙了。不着急，向往的生活就慢慢来。那来得及啊，来得及。杨迪，既然你都穿着衣服，你去出去，咱拉点柴火。好好，柴柴柴，在这里吗？杨迪，你不知道谁跟你一期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我连点菜都不让我点，你认为我还会知道是别的吗？真的耶，你是第一次一个人来了，还要求都没提的。我不仅没点菜，我还带菜，还带菜，自己还带。你怎么那么棒？我带了那个我们那儿腊肉香肠，过年羌族的那个，哇，那肯定好吃。我来弄，我来，这个我。没事，大火还是没熄。不管你们发出啥声，我和大火也没见过我，这会儿突然凑近靠近他，他会被吓死。睁开眼睛一靠近，看见一张我这种脸，吓一跳。一直在说话就是我的名字，听到了吗？我为什么走了？没有一个人听到我，都是他们怎么这么早就队长？呵，天不错啊，我去把饭弄了。
你看这水冻全那么大冰坨子，这哪是向往的生活啊？哎，我们可以先吃一罐米稀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帮我进，哎，你帮我冲一个呗。好。稍微稀一点点。现在是这样，就咱们家柴火可能没了，捡点柴火回来。捡柴去。你们带着狗去吗？他们一天到晚在家睡觉，这狗就怎么养成猪了呢？哎，去，走了，走。这边，哎，我们拿这么多筐啊，多捡点啊，难得来一趟。每个人都很神奇，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。咱俩有没有一种效果，就是孩子们下地了，咱老两口搁家把早餐给做。不是，东北孩子们下地了，咱俩终于清明了。给孩子们把早餐做了，正宗东北的。哇，好漂亮这里！哇，这些可以折吗？来，这根柴也是啊，这个干柴这么好一根，我就把我裤子就这样。没有人穿名牌到这里来的，大自然就是最大的名牌。这里有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拼了。这根吊在空中，你看，赞！哇，这要怎么拿回去啊？拖回去呗。哦，朋友们，这太完美了，这个完美柴火，这是一根，看，它可以打100分。黄老师，你不觉得咱俩应该来点音乐吗？你放吗？是一边跳舞。Cool。抱回去，走了吧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来下，走走，走吧。哇，衣服裤子，早知道穿个烂裤子过来。好好的一条裤子就这样，裤子就没了，裤子哭泣了。哇，那个冰瀑布好漂亮啊！H， 我们来滑冰哦！接下来世界上第一只表演滑冰的狗，哇哇！给它放在这里了，来 H， 来坐好啊，蹲在下面蹲好了啊，准备 H， 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哇哇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哈哈，还挺美的。哎呦呦呦，没事没事。
sorry， 没事没事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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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怕不怕不怕，我看一眼，害怕不？走，你坐在上面，怎么坐？这样坐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样坐这样坐，这样坐不会摔。他害怕，他这样重心低，他就不怕。给我推下去了，推下去，推下去。推下去，把推下去！原来你们是想来谋杀我，把我带到这深山老林，推下去，太吓人了！推下去，不要害怕，太吓人了！不要，直接下去以后就回去吧。会走会死的，何老师，这真的会戳死在下面。哎，我们一起拍个照，迎着阳光，我们先自拍一个。三，茄子，拍照。王老师，我们回来喽！哎，你们回来了！哎呦，太棒了，上面有一片冰场，好好玩啊！什么冰场？给黄老师看照片。已经接了冰的布。王中宇，今儿那客人点那个铁锅炖鱼。那得来条大鱼，大头胖头鱼那种有吗？有，但是这里鱼特别贵。多少钱啊？250斤玉米。这多少钱？250斤。媳妇拿过来。多少钱？250斤。不，250斤玉米啊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可以。你这孩子是不是傻？我正谈价，你这个钱把媳妇拿回来。在哪里？那边。你是不是傻？我正还价呢。你，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。大华，你能摸出250斤吗？我要说我不可以是可以。你现在说可以吧？我可以啊。那你摸吧。啊！不行，这水要稍微。我们有林内热水器。我看着我这盆菜老有成就感。对啊，真的太成功了。何老师，哎，这导演组疯了，他们。他们说什么？说这鱼要250斤玉米才给一条鱼。那不吃了，有别的方法吗？没有，那先磨吧，先大黄磨吧，看能弄出250斤弄吧。细致了，我细致的让别人都觉得很有压力。我的天哪，这真是强迫症啊！他摆的，你看他摆的跟部队一样。你们这是现在是要做什么呀？我有点蒙圈。这是我给你们做的那个打饭包啊。哦，待会儿就生吃这些菜是吗？是的，要不然我为什么把菜洗得这么干净？现在来做那个猴骨米稀浓汤。米稀还可以做汤？对，做个养胃的汤。药食同源。
冰冰，这蛋我先给你炒了呗，我先帮你把蛋炒了好吗？可以啊。真什么美呀！五马正，五马正。哇，这太漂亮了！我靠，中午也这么丰盛，没想到哎。没有，累了，没有，快进来吧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了。来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如何打饭包，把这个放到你这个菜里面，然后呢，这不有香菜吗？好，然后这里有小葱，放两根，米饭包在里面。如果你很喜欢吃肉的话，你可以把香肠包在里面。好吧，那这样吧，黄老师，哎，你这两天辛苦了，我们来探你的班。这第一个菜包我就送给你了。谢谢谢谢，这给我了。哎呦呀！但是这个菜包吃的有点就是狼狈，你要抓着。行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漏。这样抓着吧。行，你放这儿。对，要不然就散了。好，开始。哇，咱们准备包一个，自己大战一下。来，开始。我给你们包一个。这太大的呀，你可以把它撕开变成两半。一次包一半，好说，给我一半。嗯，大华，你要吃肉吗？要，喜欢肉，要。香菜可以吃吗？可以可以，坚持一点。哦，我不要，啊，不是不要，可以可以。大华，哎，你要记着拿手这样抓住了。我好抓住，真好吃。谢谢。我在家就是这样的吃法。哇，香肠，嗯，好香，嗯，哇。嗯，哇哇，这太好吃了！真的吗？那个蛋很好吃，哇，真好。嗯，咱们这个向往的生活，这日子过得是丰盛。这样就这么吃是吗？只要你抓住了这根儿，别让它散了，然后张嘴至少塞一半儿就好。这来的靠谱吗？可以，真的是太棒了，靠谱。Hello， 王健，靠谱。Hello， 贺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你这点卡的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冰姐王倩，我后面有个节目要跟她合作，你这点赶上，快脱衣服，脱衣服来来，刚好在吃饭。大华，你跟倩倩交代一下怎么洗手啊什么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刘宪华，大华，你可以叫我大华。好，大华，嗯，大华开心了，这回大华开心了，怪不得大华不见了，没时间和我在那边瞎扯。怎么称呼你？王倩，你随便叫就可以。王，嗯，倩，嗯，哪一个？是啊，就是单人旁边一个亲。你的朋友们，慢慢吃，我再喝点那个。倩倩，倩倩，这好，不是刀，都喜欢，要小心哦。你知道怎么洗手吗？我知道。好。有什么需要的，有什么困难的，你可以跟我讲。大华，我一定会。需要给大华，那你帮我拿张纸吧，我有需要纸，那。嗯，怎么搞的？不是有需要没有手的时候。哇！这个最应该已经完全忘了杨迪也是客人这件事情。他在走廊说有什么需要，你告诉我，会帮你。要我上他妈了，你没有手吗？我的天哪！问题是他已经把你当成一份你要找的人。发票的早的嘞，你什么时候交关键的？哇！我都看好床铺了，最里面靠里面那个，大概。还行吧，我们屋里热冒汗，我出去凉快凉快，透透气儿，舒服。我再来点水，你看那些吧，我好饱。饱是饱了，但是那管子有冻瓷是吧？这解写不了的，得拿一热水泡它。那杨迪他妈妈做的香肠真好吃，因为我很真的爱吃，留到最后。我们都是在陪你，没事啊，你们先散吧。我等着洗碗呢。哎呀，压力好大，不管哈。这样对着蓝天看你可好看了，你是不是该找女朋友了呀 ？H 啊，啊，你现在有那个能力了吗？找女朋友的能力有吗？你生活当中没有异性，对不对？你的适合你的异性啊，所以你就天天就是追好羊啊，追好鸡啊，是吧？你还没有女朋友，这太壮观了，你们这个，冰冰姐躺一下呗。哇。
咱躺着唠嗑。我给你们拍个照。我了个妈呀！吃饱了躺着舒服。好，先你们先不用管我啊，就做你们自己的。心和烧，心飞呀，管不住了。爱情在心中打闹。电话来了，倩倩接一下。倩倩接电话，问他有什么要求。倩倩，这是谁？喂。喂。我点的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点的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点了什么菜？你旁边是谁呀、啊？我旁边是何老师。啊，那算了。还有别人吗？还有别人吗？还有别人吗？杨迪，杨迪，你来接，你来接。啊。我来接，他还不让我接，我觉得我肯定认识，他不敢跟我说。我是杨迪，喂，笑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人笑，嘿，哭的心都有。你知道吗？我可能听出你是谁了。小杨，我们这么多年，的感情，我希望我到的时候，你能把东西都给我准备好。我告诉你，你到的时候会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。就是床上躺了一片，大家都午休了。赶紧过来啊，有很多活儿等着你干，快来啊！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你们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？我老去节目碰到他，一听声就知道是谁。我觉得我应该猜到是谁了。谁呀、啊？黄老师也认识，刚合作。啊，认识认识，黄老师认识。刚合作。拍戏呢？老爷，我今天就不下这个炕了。完蛋了，我说吧。我就说嘛，这不是我向往的生活。天哪，完了！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一场思想。大勋来包蒜，来大勋锅抬着。哎，大勋上帝叫，来大勋，大勋，大勋。我这小风嗖嗖的。我们是男生，谁让你们在加水的呀？你不是那样放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魏大勋，你还是熊孩子，看着那么大岁数。大勋带来什么了？烦恼。烦恼。我会被累死。我还想跟冰冰一起跳个操呢。跳呗，我们家华跳舞跳可好了。你家这华在梦乡里。大华。啊，去起来去跳舞去，去跳舞了。哎，要不要去跳舞 ？Let's go！ 跳跳跳！我怕上了太阳啊。好好跳，我不如你真动不了了。哎呦，这啊，这趴过来看谁输了？哎呀！就自己的自由发挥，是不是？那还不如像 Michael Jackson。可以啊， Michael。来，老师。你真的，我只会跳一些滑稽动作。有了，我先玩。有了，有了。哦，这个 OK。我的动作烂死了。看到一个高高的头，回去吧。真的是大勋哎！真的是大勋，大勋。
欢迎你啊。Hello。哎呀，栏目组是这样的，说你们说你们干活太累了，是吧？我过来帮你们干个活。哎，怎么怂了呢？这么说的？怂了呢？新年好。哎，这大华。Hello。你们认识的？你们认识的？啊，我现在认识了，认识了。好，哇，大姐，好。你们在干嘛呢？黄老师，我们在活动，我们在运动。你看黄老师拖着，你看孤寡老人。导演，黄导。还有全哥，你看黄老师旁边那个。你先进屋跟黄老师打招呼去。好的，好的。跟你导演打招呼去。家里又来一起了。Hello， 全哥，全哥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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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导演。导演，我来干活了，我。你是点餐？没有，吃不吃无所谓，主要是看看。刚过完年了，忽然变了样，想忽然变了样，刚打电话特别拽。嗯，还有海参拌面、炒面。小杨，嘿，你们海参拌面，谁点谁要了？那铁锅炖鱼对你点的？说话态度之恶劣哈。我态度还挺好的，品味挺高的。姐，你看姐就是做人宽容，就像你那个咋了？小杨，我咋了？我他们还打起来。别闹，我特别倒霉，我一录节目就遇见他，然后我就说不过他，然后所有的节目最后剪完之后，他特别他特别丰富，然后我在旁边好像我没去过。他们这年轻的一波，这是。差不多我们要走了吧？哎，你们帮我们写一个日记吧。来，给我们留点。我们俩可以写一页纸上。我还真是多少年没有睡过炕，昨天在这儿是真的还了我一个睡炕的梦。大炕是这个，嗯，是这么写吗？向往的大炕，你那是大坑。哎，晨哥向往的大炕生活写成大坑，大坑生活，你炕都不会写了，人好算好，生活好，圆了我的梦。也许这一个大炕五个人在一起，人生不过如此这么简单。It's truly nice.在梦里，在梦里，这弄了多少玉米啊？有，这才20斤啊！这倒霉孩子，你这点玉米根本晚上怎么给人做鱼啊？哎，还有你凭什么叫鱼吃啊？你点了最贵的菜啊？你这多少玉米吗？不是，这多少玉米、啊？这鱼我就想鱼简单嘛。哎，你们早上在上面看见一个什么湖是吗？冰瀑布是吧？对，咱这样吧，咱们老每次来讨教环境，显得就友谊都不够深厚，这样。跟你们玩一比赛吧，你们出4个人，咱玩冰球，打冰球。咱打一个赌，输了我们明天中午以前保证还清250斤玉米。如果我们赢了的话，玉米就算了。你先把鱼拿来，我们把饭先做了，好不好？向往的生活吧。
输了再给你加50斤，行不行？你们谁去啊？同意了，同意了啊！你们谁去啊？我去，我都可以。你们去啊，去啊！我去，行，我们这儿仨小子加一大姑娘。那你就不去了？谁做饭？我去！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这谈半天，对啊，你是不是傻？你搁家做饭，你不要吃锅包肉、鱼头吗？然后呢，咱们也别玩那么复杂的，就画三条线，一分、两分、三分，过了三分一出去零分，谁先达到1000分？不，1000分，我们还是磨玉米吧，磨玉米，1000分玉米可能太久了。我还是站你们这边想的啊，谁先达到500分？500分多了点，500分多，谁先达到50分？50分多不多？10分，那就30分呗，那30分吧。何老师，你当裁判，记得一定要公正啊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为了心，为了心，能够吃到这个铁锅铁锅炖鱼，对，这帽子就这么大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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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！哎呦，开心了！什么最重要？安全，安全最重要。重要，说一遍，安全最重要。再说一遍，安全最重要。就这儿吧，哎，好了，场地到了，哎，先试一下嘛，拿那个什么东西先试试看。对，这可以，我们来画线吧。这是3分线啊，这是2分线啊，这1分线，压线算小分。这是最好的吗？这是极限，不能过这儿。那这规则都懂了吗？我们早就懂了，你懂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好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正确姿势啊，正确姿势是这样的。这何老师，何老师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好吧，了解了吧？我们叫什么组？我们叫什么组合？组合玉米组合，玉米组，玉米，我们要摆一个 pole， 一个玉米。那你们是中间，我们是这个，中间的是我。好，哎，在组的时候做，我们是玉米组。你们叫什么队啊？你们叫，哎，我给你们起个英文名字好不好？叫卢瑟，好不好？好，卢瑟队啊！好，比赛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们闻到那个好像是书的味道。书的，我说怎么会有书的味道？原来是那个书啊！来，导演队的第一位，哎，开始了，预备哦！哎，不要紧张。Sorry， 有分吗？只有1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分都没有。哦，零分没关系。哥哥，不用哭，不用哭，不要哭。哎呦，只是一个游戏而已，游戏而已。哎，好，杨迪加油！好样的，杨迪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啊！有分吗？多少？过界。没有，别乱。是你是谁的队啊？过界了，何老师，过界了，不要动这个，何老师，那个线，它这有个弯儿，它这个是弯的，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没画好，把那个锤子拿过来，好，来吧 ，OK， 来了，开始，好，走，哎呦，完蛋了，出界了，走了，出界，出界，已经出了，绝对出了。好像真的有3分哎，何老师后悔调整啊？你后悔调整那根线不？不是，你是哪一队？线这个线啊，必须是你刚才画的这个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因为这儿挡着机器呢。我就公平一点，鉴于刚才这个球有争议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加油，走，走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天哪，天哪！你看，这也毫无争议，对吧？3分，心服口服。好，大勋，大勋，大勋，加油啊！靠你，嘿，靠你了，拜托，我不想摸玉米啊！我不真的不想摸玉米，我真的不想用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我爱你，我对你说的不好话，我全部都收回来，收回来。3，你一定要3哦。好了。来吧，大勋，我怕我弄过了。加油，咱没事没事，不用怕。来，开始。1、2、3。
零分，又是个零分。我们你回家，老师有太多的力量没处使。你家远吗？目前是导演组队领先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应该是什么分？零分。零分，好，零分，要想象零，零。哎呦！我们下去干脆磨玉米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大华来。玉米没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大华，等一下。Hello。啊，他是冰球运动员，所以他知道风跟风的那个感受，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真的没什么用。来，大华加油，不要紧张。走。什么？啊！大华，倩倩，没问题，倩倩，大了一点。哦，哎呀，好，一分，来吧，大勋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走。哎呦，那么小力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一分，大勋，哎呦，铁林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大家不用担心了，我来了。大华加油，好歹得点分，好歹得点分，我来了。哦，两分，两分，好，准备，三分，好，他找到秘诀了，走，好的，三分，就是三分，哦呦呦呦呦 ，no， 我觉得对方队员一直在羞辱玉米队啊，我们一起下去呗，哎，我们一起下去，过来，一起吧。杨迪，靠你了！我，哎呀，这个区域往这个区域来，杨迪。哦，好，好。前比赛当中唯一一个从没拿过分的运动员，一分都没有。就是我本人，这个切勿失败。你干嘛？干哈你？他一分都没有拿到啊？对，因为我真的不爱吃鱼，说实话。28-4，你放一个正好就拿了两分啊，正好就凑30分是吧？你来两分，赶紧让我们死个痛快吧。开始。两分，啊啊啊！妈妈，我们一起下去，一起下去，一起下去。不对，我问一下，今天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冰湖的是谁？我们呀，是吧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地盘，这里是谁发现的？我们，不对，我们一路跟着谁上来的？谁？狗？我？不是小 H 跑得快啊？我在前面，我前面是谁？是狗吗？他们。啊，对，他们。这个游戏是谁聊起来的？是黄老师，是黄老师。是黄老师，我的天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觉得不然不可能这样大比分的落输，这个游戏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我不服气，我们赌个别的，刚才算我们输吧，敢不敢赌个别的？你推人好了，推人啊，3局2胜制啊，怎么算分啊？看哪一队先拿到了10分。刚才算几局啊？算1局的。行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黄老师啊，他们要输了。怎么可能会输的呢？这裁判员是咱自己的。抽烟去。我们得先试一个我们擅长的，这样吧。很，这很难得分。这才拖不动呢。我们两个人一起来，3、2、1。哎，人蹲着，然后人甩着。对，这样试试来。1、2，来，射射射，叔叔。这个不行不行，我试试看。
你趴着，我们怎么拽你？我拿腿，拿腿推。这样来。趴着可以，何老师。人起来算跛筋，来吧。何老师，跟我们一会儿吧。我也参加比赛。黄老师来了，往这边滑呀、啊。对，别掉下去啊。何老师，你不是裁判吗？不，因为刚才我当裁判太输了。各位，怎么才能赢得比赛？就是裁判上场，是吧？还有很重要，不要让杨迪上。第一，让裁判上；第二，队里倒霉催的别上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出事了？刚才没出事儿，没，反正一直没分。现在我来当裁判啊，我保证我们比赛在十分钟以内就搞定了。第一个我先来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来。来了来了。可能没你们从后面一点吧。对，在后面一点。一、二、三，呀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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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哇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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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呦呦！哎呦呦！耶、yeah, ，三分，十分啊，一共十分啊，你差一点没有呢。不会不会，到你们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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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用了，好，两分啊。谁来？我来了啊。你来，好担心啊，好像你来一次。我跟你讲，你重点是你不要扛着劲，你放松一点，腿要硬啊，腿要硬。屁股硬，硬。好，预备。一二三。你腿要硬，对吧？二位裁判，你们漂亮！耶！三分，耶！六分了，推的太好了，又三分了 ，sorry。一。一会儿搞脱臼，绝对脑震荡。这不能算，这肯定没成绩，这个不应该给分了。好，他们跟我们学，学我们的招数是不是？我们还有很多姿势呢。你们已经输在了一开始。好，来预备，开始。一分一分，那这是一分吧？一分，推歪了，算小了。要不然我们给倩倩来一次，倩倩来吧，倩倩。太好了，太好。加油啊！要你的手要有用力哦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松手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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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好。现在九三。最后我们一分就赢了。如果爆了的话，就是从头再讲。啊！好，只能打一分。各位看我啊，不能超过这儿啊，宁愿不到再来一回，也不要过啊。好，可以了，来，一二二三，好，使劲一把啊，好，放放放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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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太牛了！何老师，一人赢了一局啊，三局两胜啊。导演说现在算大局一比一。对。现在你来了，现在我们要比选我们的优势局，我们优势局。好无聊。这个扔啊，注意啊，他你们可能那样姿势不对，你扔这个一定要扔，你一定要这样。要像冰球那个感觉，一定有动作。哎。你懂了吧？懂了。还是十分是吗？十分。第一个选手，刘宪华。来，大华走。走啊，轻一点啊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两分可以，两分，两分可以了。那好，第一把两分可以，来走。来来来，上第二个，上第二个，二比三。我先吧，因为待会儿后面赛点我不敢承担，我先弄了。好，你我跟你讲，别出去啊。好，三分上了。
哎呀，差一点，两分。够了够了，我很满意了。好，走走。哎呀，算了，犯规，犯规，他出去，他人出去了。先在那儿吗？过了吗？过线了，过线，再来回。过线算了，不然他扔个三分更麻烦。行，两分，两分，走。扔一三啊，小军，只靠你了。松松的，漂亮。喂，没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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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分，漂亮，没过，没过，七分。别慌啊，别慌，使劲儿，对，别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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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使劲儿扔，哎，两分，两分，好，两分。他们不是玩这玩意儿还真好。来，扔一个三分，我们就赢了，黄老师。三点了，压力太大。黄老师，黄老师，扔一个三分，我们就赢了，黄老师。他扔不到三分。来来来。现在这样啊，黄老师，走，走。去领我的鱼头去了。哦，酷！朋友们，免费的食物就是好，知道吧？靠自己的努力，靠队员们的这个奋斗。来，我介绍一下我们队员们，你看都在里边呢。来，挥挥手。这些玉米都是白来的了，知道吧？都不用费力了。今天的粮食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努力靠扔何老师给扔出来的。啊，呵，这条大鱼，来到我盆里吧。哇！哟！免费的晚餐。拍照，可以是喊拍照就可以吗？当然是。拍照。哇！四川话行不行呢？可以，一二三，拍照。哎呦，好恶心！有味道的照片。哇！哇！拍照。哇！是把火生了吗？去生哪个火？是热这个炕吗？对呀、啊，对，生这种火我也真有点难。先架架柴，我试试以前小时候那种。我们今天捡的柴可以派上用场了，再来几根粗的就行了。锅抬走好深点吧？锅抬走，抬得动，我都抬过了。架柴，你不是那样放，要架。来来来。大柴火架上，你这柴火都潮了，你那柴火根本烧不着，一会儿就烧着了。火要空心，对呀。我的天，乱！你根本就不会，魏大勋。你把那个锅，你谁把那个锅拿？快快快快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！给我锅盖，给我锅都歪了。哎呀呀，歪个！打开盖子看看，可以可以，就这么。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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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着了，嘿！我这小风嗖嗖的，现在火起来了，里头特别烫。对啊，那锅已经烧热了。黄老师，哎，火升起来之后往里头放什么？水。水在哪？这个桶里面没有水吗？没有，那水冻上了。来来来！我天哪，好像不行。哎，你知道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哎，这个你这个不知道怎么用啊？我教你好不好？哎，注意看，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注意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呦呦！哦，有，要先加水啊？先什么？加水。哎，喂，不够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着急。等一下，我一次放很多。等一下，等来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来了！哇，有了。哇！慢，锅里加点水，别干烧。哇，棒！快，现在快往那锅里倒。好，抬不动，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你在干什么？打水，抬得动，抬得动，打出来干嘛呢？抬得动，冻上了。你是男生吗？哇，一二三，动！我们是男生，抬得动。何老师，让我出来一下。黄老师，他们这弄这待会就都是冰。你们在这咋呼什么？真的没我，就他们俩。给人家搞水啊！就他们俩搞水，搞成这样是干啥？他生，他我跟他学，他教我的。我错了。去那边给我拿那个地上那个白酒，给我拿过来，塑料桶。好，我一。哎，可以了吗？帮我，前面有多少？很多，你小心。这好滑。一二，我是刘宪华。一二三，小心。好。哎，哎呀，这，哎，可以了，够了。哎，二三。那么多水干什么？煮什么？洗澡吗？你是要宰羊吗？今天别让我加水了，大华，谁让你们再加水了？他们加了好多水，我刚刚以为要……你不是说要水吗？我不要那么多，你别再给我加水。这锅汤淡的要命，我跟你讲，熬出来，我这……哎，你是要煮汤的。你们，我以为你们要把鱼养在里面。你刚刚说要很多水、啊，你说要很多水啊！我说锅里加点水，别干烧。对，你说这样，大家不要吵架。家里有一个熊孩子就够了。我可以退货吗？我可以退，黄老师，能退货吧？退一个还退俩？魏大勋，你还是熊孩子，看着那么大岁数啊！我看见他们，我真的觉得我成熟好多。你太成熟了。哎呀，真的是。进来了，休息了，等吃饭了。大勋就打了一些烂水，搞得满地都是，哎，就等着吃饭了，好意思。忙完了一天才知道，原来在这躺着就是我向往的生活。太向往的生活就是看你们干活，我不动。真的很想知道你凭什么说你忙完了一整天。他刚刚进来说，哎呀，忙死我了，就是在外面。往锅里倒了一堆水，把外面搞得乱七八糟。他被黄老师给骂了，差点把我们今天晚上的鱼给毁了。真的，这个香蕉已经是可以吃，昨天冰冰姐拿来的。见面礼哈，是，好有礼数。大勋带来什么了？哎，烦恼，是不是？冰冰姐还带点香蕉来。大勋来剥蒜，来，大勋不是说一直没事做吗？来，去。好的剥蒜的方法都有什么？何老师，我来，我教你一个弄法。好，看看，放到这里。好，这样会砸烂吧？不会，哦，快好了，你看已经有一个。哦，神奇吧？哦，看过电视上看过。大华，刚刚把那地扫过，不要包到时候蒜皮啊！好好，是好。我特别喜欢。Really? Yeah. 但是我就是不爱背单词，所以我学的特别不好。新概念第一册我学了五遍，就反复从头开始，然后下定决心交钱，然后去学，学了五遍，第一册还没学完呢。你们有讲英文的朋友吗？就王嘉尔。
嘉尔。王嘉尔出门说的太好了。他英文也很烂。他英文烂吗？他们凑成了一波，真的是醉了。这几个倒霉孩子。这还是上午冰冰给泡的白菜，干净。冰冰洗东西真干净。大浩教你干什么啊？好，去撕这个白菜，把它撕小，就撕到这么大啊，不要太小了。好，可以啊。H 哎呦，这吃腊肉去了。杨迪，哎，你去外边把那盖儿给我拿来吧，不然我怕他一会儿咬那个肉。好。大华，不是大华，那个 H。一个意思，差不多，一个意思，都是什么一个意思？我已经习惯叫他，都一个样。怎么的？您还想给他打开吃啊？啊 ，H。是杨迪哥哥带来的腊肉香是吧？你看他，闻着都受不了。H， 我给你倒水喝，别喝这水，走出去。你这样喝人家那个里面的水，因为有洗过东西，有肉味是吧？对。他想喝点汤。H 来，喝吧。不喝水，喝汤啊。他想喝点，他想喝点汤。是杨迪哥哥带来的腊肉，带来的腊肉香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花卷。哇，我真的很久没吃过花卷了。花卷的雏形就这样子。这怎么叫花卷呢？对，我也想问这个问题。怎么拧啊？孩子们等吃的。这两个这样摞在一起，然后用这筷子蘸点干粉压在中间，把它这样压进去，拿起来卷。这是花卷。鼓掌。花卷。何老师，哎，你是不是想卷这个？我想来试一个，压，勇敢的压进去，不怕。好，勇敢，好漂亮。哦 ，OK。哎，今天晚上能吃哭，真的，它是我最爱的。你是不是饿了呀？我得把它放个暖一点的地方。王老师，这可以吧？好好，放到炕上去。来吧，你放炕上。先放慢慢慢慢慢慢点啊，慢点啊。OK OK OK。哦。上面盖点被。是不是还给你弄锅包肉？哎，有鸡蛋吗？这儿。哦，得有鸡蛋清儿。对啊。对，去买一个蛋吧。上哪儿买鸡蛋去啊？跟导演组买一个鸡蛋。导演组，我们要一个鸡蛋。多少钱？物价局能同意你这么定价吗？黄老师，啊，他说一个鸡蛋60。那不要了，我们就不要了。哎，我们收拾行李吧，我们走吧。走了，这是黑店，这太吓人了。完事了。导演组刚刚说一个鸡蛋60块钱，我觉得今天是被我们输到已经疯了他们。大勋，你出去跟他们讲，既然要这么算的话，昨天他们吃了我们做的火锅，6000。6000。太狗。有人吗？说要是这么算的话，昨天你们吃了我们的火锅，6000块钱。还为什么要把我兜出去？拿1000个鸡蛋。何老师说不要说，何老师刚才说，是你自己说，快点。啊，我自己说的。昨天那可是我昨天没吃火锅，我昨天没来。听闻有这种事情。你昨天你们吃了我们的火锅。大勋，大勋买吧，就一个鸡蛋，你可以的。
我没。对呀、啊，我没带钱。我带了。妹妹，这样，你给我加一个微信，我一会儿把钱转给你在微信上。你拉倒吧你。你就这招加的人微信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套路太深了，大姐。哎呀，你转钱现在不加微信也转得了啊？那起码有个联系嘛。在哪儿付钱呀、啊？100块钱两个。真的？哇，这沉甸甸的鸡蛋，快点保护好。是金蛋吗？快点，700块钱两个呀、啊，我的妈妈。我去把鱼炖，把肉一烧，完事儿了。得加点柴了啊。黄老师，我这大柴往哪怼啊？往这底下。大华，萝卜给我，倒到锅里。好，萝卜、土豆，放上白菜。那我这炖成辣的了啊，把这鱼。好。啊，麻辣火锅。好香啊！倩倩可以吃辣吗？可以。放了黄酱，放了点火锅料。东北全是用酱炖鱼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了，蒸馒头。哇，今天要哭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要盖着？它不行，它不保温。15分钟。给加没了，准备炸肉了。看呢，你就看他气漏没？哇，花卷大了，是大了，发了都不得大，花卷大了 ，OK 了啊，有气儿吧？上蒸汽有气儿，有气儿。刚才我掀开锅看，花卷已经变大了。你不能掀开锅，他掀完了，不要掀，就一直蒸着它就好。我掀了一下，很快。好，你这掀过去，它就会一会儿它就会扁了。不热不醉，不热。完了，我不知道。闹钟响了，取替，就直接拿，不要打开。来，哇，这天，香的。放哪儿？来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。哇塞，哎呦，磕头了。鱼就可以盛出来了。对，去盛吧。好，小心，小心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，你太慢了。好了，有，慢了。不是，我们一起来，一二三。哇，哎呦，如果真的好重，真的好重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咱俩，我跟你说，所有的人这个晚饭都在这儿。对，因为如果给我坏了，这个因为这个好烫。我可以搬过去的，我没问题。我不要你受伤，兄弟，哥哥来，好好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好，你我来吧，我来，我可以，我不要你受伤。嗨，这个要小心，够够够，小心！跟各位朋友们跟他们说，哎呦，好危险！我的手在震，哎呦，手在抖，哎呀呀呀，放到哪里？哇，好疼，疼死了吧？哎呦！好棒！耶，好棒！成功了！哎呀，是英雄！哇，我觉得今天的会非常好吃，好感动啊！真的好想在家里好好做做饭那种感觉。哇，厉害！黄老师，今天最棒！黄老师，大家一块儿努力，今天辛苦了，谢谢黄老师。今年你们冰壶玩得好啊，要不那鱼哪能吃得着啊，是吧？哇！
瓜。嗯，这好软。大勋，挑到一块鱼。哇，这么大鱼排！哎，舌头谈恋爱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！我觉得好吃到说不出话。对。大家真的都好认真在吃饭。我敬大家啊，谢谢谢谢大家，非常快乐，真的，好好玩。凡属来过的人都觉得，这不是录节目。如果今天是录节目的话，录节目的话就是录过最幸福的节目，最向往的节目。杨迪是我们唯一一个来这什么都没享受先干活的人。嗯，对。哎呦，没有。做了很多事情。一般一般。对。而且很阳光。阳光了一整天。谢谢。杨迪今天展现了跟别的节目相比不一样的一面。对。那平常节目他是比较多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嗯。要做梗，搞笑。来这儿真是不用干那些，你会变得很自然。嗯。所以这个节目有一个最基础的东西，就是真。原来觉得看节目也觉得何炅好像还挺什么都挺会的，就在这个节目遇到了黄老师，才知道啥都不懂。不，你是因为跟我在一起啊，认识久了，习惯了。对，在我面前比较放松。什么叫真正的朋友？真正的朋友就是你在他面前不用假装你很厉害，在最爱的人、最熟的人面前，人族常常展现的是他的虚弱、缺点。所以，反而要知道，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有缺点的时候，是因为他信任你。所以，恋爱，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发现对方优点的过程。当相处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去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。那些缺点都是因为他在你面前，他爱你，他信任你，所以他把自己的弱点，他就会放，把这个人他就会放开。朋友们，我们来祝福一下4月28号，那何老师生日？不是，麻烦家族上映，麻烦家族，黄老师导演主演，魏大勋主演，哇，还有。海清老师、李立群老师、孙俪，还有何老师，还有我小月月，我们都有客串。王迅，还有王迅老师，对。我觉得我们那电影就是，我拍的时候觉得特别幸运，就我们像排话剧，把每场戏都排好、排扎实了，然后再拍。排戏，我没遇见过这样，就是现在目前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剧组都很忙。词儿呢？你这边念完之后，你都不相信你自己拍完了。有些地方明明是导演让我们这么演的，那就肯定是怪导演。最后承担结果的是我们演员自己。你看你演的不好，演的假，那最后是导演的原因，对吧？那他让我过的。他应该是说他上一部电影《栀子花开》。何老师。好像是哎，是这意思吗？栀子花开不是，栀子花开，栀子花开没有这么细，但是也很细。来，何老师，没事没事，喝就喝，喝什么？我不忙，再忙也来啊。他把说说把自己绕进去了。我觉得这段你别播这段。教你一个办法，做人做艺人。都不要去横向比较，你就讲这个人好在哪，你不要说别人都不好，只有他好，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别人。我现在讲话，做任何事情，因为也被这样伤害过，你其实是无心的。像大勋刚才没有这个意思，但如果我这么一凹，你就觉得他好像没有这个意思，都有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这就是演艺圈的生存方式嘛。今天你就学到哥哥在这吃了亏，今天你就知道了。何老师和黄老师，这是我人生的两个导师。你在第一次录节目就遇到了他们，所以我觉得太幸运了。那个大勋，现在问题了，你在拍这个导演何老师《栀子花开》跟我这，你更喜欢哪个导演？这个，你的绝路了。说。对啊。你怎么过关吧？我看你。我怎么过关？看你智商。嗯。因为我在拍《栀子花开》的时候，我可能被人发现的东西更少，可能有更少的人看到我，那可能就是有很多人不认识我。那个时候我就被何老师看到了，然后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给了我演，所以我更喜欢何老师。哎，玩的不错，玩死了。片子还没定审吧？还没剪完吧？对吧？我有机会剪，还可以精修。
杨迪，哎，你跟韩汪涵跟何炅，你跟谁？啊！杨迪，哎，好，先到你了。啊！你跟韩汪涵跟何炅，你跟谁？这个是肯定是观众非常喜欢的。对，你喜欢谁？我们一直都在挤兑杨迪，因为杨迪同时在跟韩哥和我合作，我们一直都说他爱韩哥超过爱我。谁说的？你自己表现特也是这样，都爱，不是都对我帮助非常大，我干嘛一定要这样做呢？我觉得自己不在这儿住了，自己走。你宁愿走都不愿意说我好是吗？我又不能说你不好，何老师。你还准备说我不好？弄死我吧！我就说，我问你这个问题，现在韩哥又不在，你就说一句话哄我开心，你都不愿意。当何老师的面，但是不能说何老师好难过。你说嘛，你说，你说喜欢何老师。哎呀，没笑了。韩哥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以后你的节目不录了，不看见了。但是你能明白我的苦衷。你傻呀，我们所有人都拱你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干嘛问这种问题呢？就这就是记者爱问的问题啊。一般问我说哪家媒体的，干嘛这样害我？我刚刚才开始起步，你要弄死我是不是？我顶多就是这样对待你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记者就为难韩哥，就是说你跟何炅到底谁是湖南？就是大家可以学的，太厉害了，这是教科书式的回答。刚才杨迪这个问题他要怎么答会比较漂亮？你是一哥，韩哥是大哥。韩哥这么说可以，你这么说就好。不是，重点是我又没问我们俩谁是一哥。不用问，你是一哥，他是大哥。就现在只能这样，就是你现在自己制作了一档节目。怎么又到我了？你现在制作了一档节目。然后投资人说我们有一笔钱可以请到你觉得最优秀的主持人。我去烧火去了。跟你搭？跟我搭。对，韩哥和何炅他俩都挺合适的，你要选谁跟你搭档？完了，你再说。咋说啊？你这么说很简单，你就说这还不简单，我能不能贴钱让他俩一起做？我不能呀。怎么贴啊？这不请你们了，我自己拿着跑了。媒体真的会问这些问题的？大华来了，有啥事儿吗？问问。大华来了。大华，现在是这样。向往的生活。明天向往的生活宣布，只留下必须要换一个人，你是肯定不换的，我跟黄老师只能留一个，你留谁？好刺激啊！我的天。没有黄老师，我们就会没有饭吃。可是何老师是我很爱的一个人。播出，他是慷慨大方的白百合。你来了是你呀、啊！这百合请咱的，能花百合别花咱自己的。这个他要这个，要这个。百合，你表现的时候到了。你要吃蜜香刀吗？我请你吃。是 I'm rich。古灵精怪，他拿着那个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姿势。我教你说几个绕口令。你要不要拖鞋？我帮你脱鞋，换拖鞋。我不要换拖鞋，影响我的整体造型。还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一面。今天是有历史意义。别要子过来！跳！救命！疯了！救命！终于有一个怕你的人了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你来啦。